我覺得呢個世界上朋友好緊要，即係中間，中間。我之前出過少啲別中間，就係講朋友啊。點解呢？因為咧，我依首歌啱啱《時間的初衷》咧，係需要兩個人唱啦，但我自己一個人真係應付唔到，所以有時咧有朋友嘅幫助咧，真係可以助你一臂。送一口氣 ，yes！ 啊，咁我想一路要多謝阿香。阿香其實，我由2012年，Let's Play Together， 係，嗰個 show 佢就開始我哋係啦，一路都喺我背後。默默咁樣守護我嘅，除咗高老之外啦，除咗阿權之外啦，阿 Wing 都有喺係啦我鐵道之夜都有一路幫我啦。咁我新中間咧又係謙虛啦，係啊，我越嚟越多中間，咁每一位中間咧都係啦，幫我助我一臂，鬆一口氣嘅，你我今日嚟。咁我同埋我想講少少嘅，阿 Pearl 咧佢。一路以嚟，呢十多年間，一路喺我背後，除咗幫我彈吉他之外，佢亦都有幫我做好多和音嘅工作嘅。咁其實佢都係真係幫我分擔咗好多，即係 live 有時真係需要有一個好熟你嘅歌嘅人去，因為我哋有時長期都要有啲樂手要睇住譜，但佢係唔使嘅，佢背曬熟歌我，咁所以其實我好 appreciate 佢。所以今天有見及此，我決定就給個機會他有一首歌很熟我的，就給個機會他表演一下。其實呢，有首歌在對上幾年的時間其實就陪伴著了我很多時間的。你是什麼時候聽的那首歌？就是自己一個人病在家裡emo的那些時候，就是你這首歌和邦邦的詞陪著我幾年。很多其實很多的，不過這首就是稍後一唱可能大家不知道會怎樣，好，不知道，希望大家有共鳴吧。好，
Thank you. 多謝。